这次我是亲身来到现场去观看这个焰火晚会的，那种感觉是很震撼的，因为在现场我们还能感受其他人的一个氛围，看到他们的一个行为，他们就在挥舞国旗啊，国旗同框等等，这些是我们平常在电视上面感受不到的。是跟我们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啊、华侨的同学一起来到这边观看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有一个部分我特别印象深刻，就是其实是最后那个部分，就是百花齐放那种感觉，我整个非常的震撼，这跟我在维港看的是很不一样的，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，也是第一次在广州看就是烟火晚会，我觉得好震撼，好幸福。可以在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，我们的祖国母亲70岁生日的时候，跟我们这么多的市民一起来享受这样的一场盛宴，我觉得非常非常幸福。